OK， 今天开的这一支是比较多金币的这一支。然后我这边要严正讲一下，这个游戏呢，它好像可以访客登录吧，而且访客登录的资料都存得好好的哦，这点也是我觉得很佛心的地方。像我现在这一支都不会不见，那都有帮我存起来。那其实玩到30000多 IB 哦，我其实蛮保守的啦。基本上玩到30000多 I， 我也是不敢，不太敢太大胆，因为我知道1500 I 的痛苦。这边可以再切雷击，尽量不要开冰洞啦吼，因为你开冰洞，你的那个雷击就电不到其他角色了，所以建议不要开。三倍太痛了。如果你们要慢慢玩的话，也建议不要用到三倍啊，有点三倍，其实我其实有点痛哎，对我来说。好了，这边应该是没局了。其实明星可以讲的东西还蛮少的，因为他好像没有什么礼包，礼包是不是要找？